大家看到空中警务总队直升机在云南屏东县灾变中心重要干部到达海啸淹水的现场上空了解。这架 UH-1H 直升机在航时间约2.25小时，最大航程202海里。除了支援各种天然灾害及重大意外事故等灾害，空中警务总队直升机也支援山难搜寻及海上救难的抢救工作。现在可以看到，空勤总队直升机装载摄影通讯器材，到临海观察海象变化及船量、海啸等资讯，供地面应变与疏散地面时间掌握的决策参考。另外，为了了解灾况，环保局也会派出无人飞行载具 UAV 来执行空拍等侦查任务，希望能对整个淹水状况有所了解后，作为部署屏东市抽水装置及提案道路冲毁情形评估之依据。